这个味儿挺香啊！哎嗯，呀，这个肉真挺好，哎呀妈，真吃一口。你尝尝吧。我可不尝。香好吗？哼，谁搁外边偷吃的？谁切谁能吃着？我爸还没吃着，他搁屋里猫呢。跟小肉球似的。嗯，今天是啥菜吗？土豆酱，饭包。啊，你不说啥菜吗？啥菜不就是土豆酱吗？饭包。这净这么本了，没有事儿，就剩这么点都能本。葱花。肉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天！土豆酱，我的天，哎呀，这有的菜这吃的多呀！那我为啥会吃三个土豆？鲜菜，就是土豆子和酱是吧？嗯。好嘞，开炖就开炖，这熟的快。嗯。我渴了。那你咳吧。大点小点大点呗。这样。嗯。这么大呢。嗯。我妈这舍不得。不是你整吧。我经常这么吃。我就一个一个掰。啊。这个明天给他烩羊肉丸子。哎呀妈。菜都给你安排出来了，看多好。你给掰外层，里头那个那白扯，那芯儿白扯。啊，就这样的，这不一个一个的挺好吗？嗯，这也算是饭包叶子。嗯，看、啊、多好，这招怎么样？吃吃。这盘小，行。嗯。哎呀，这大叶子，这大叶子行。嗯。这个芯儿更不好啊，这帮好。对。还是汤哈，剩两个不高了，不高了。等会儿吃没再拿呗，你这也高不下那么多。来点小红帽，小红帽，这小球，小葱，苦苣，萝卜缨，香菜，分两块萝卜。这个是那水果萝卜呢？谁到了？没尝啊？不太像，没有那种水灵啊。一会儿吃就知道了。花生豆，干豆腐，干豆腐搁这儿呢。妈，你说他啥意思？怕干豆腐忘了。哎，对，哎，你这还不知道干。知你者总焉也。那午餐又不拌上啊？那么吃一会儿，他喝酒都让他给吃没了。煮一煮，熟了，熟了。嗯。哎，这不干是吧？不干。不干也不稀。嗯。哎，不能怼太碎了。怼碎了吗？怼碎。怼那么碎干啥呀？碎点好，省得怼了。我还愿意吃那小块呢。哎，干凉了，这家真干了。嗯，行，干点好。嗯，行。啊，这个酱这样式的啊？嗯，跟那不一样。小味儿挠一下上来了，好吗？哦。今天整的干呢。干点。好了。熟你。这点酱怎么样？
哪儿鸭子？这小米趁底儿，搁了搁了就好，搁了搁了它就匀净了。今天这菜你得吃点吧？那今天这菜我是最对我庄的，我愿意吃这个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净吃肉，我还真不愿意吃。吃肉吃胖了，就吃点这小青菜。等会儿啊。嗯。来一口。来一口哥，少喝点。土豆子，土豆子得有青菜，青菜照样喝酒。哎呀，这菜喝酒老美了。我也少喝口，就这些。嗯，我也不多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俺们今天是全素，也不全素，有个午餐肉，那个吃饭包，没买那个打饭包那个叶子，20张买一回，完了之后吃不了败家了，搞点大白菜对付对付也行。开饭，开饭。这边没有那个大白大翅，没有卖的是吧？没有。咳吧。你爸的苦菊挺好。嗯。哎。全市场就这么有。搞点这个肉。给你搞两干肉。全市场就三颗，我买的。苦菊啊。那我这不卖给我。哎呀，现在青菜贵呀、啊。不是，就三颗苦菊，还是就三颗这样的？就三颗这样的一家不卖给我。不卖你干啥呀？留着不吃了，这净心了。啥意思？不卖这样事儿的啥？不卖高了摆子的干啥呢？片数多了，他不卖了。他意思不好了。对。啊，你说没事，我就要这样的。我就是啊，我就给我做。我说我们家就愿吃这样事儿，人家卖的实际上焦虑的。啊、哦，那意思说这个不好了，不卖了。对，不卖了，卖不影响人家那啥吗？不买。信誉。没啥生意，你说我找还找不着这样。嗯，就是。他说还有这样事儿呢，我说那我就得这样事儿。那。哎呀，给你爸一个。行、嗯、行。要蒸的也行。你要蒸的呀？我就要这个。哎呀妈，这家也太大了，这嘴能高的这么大？不大。对，你得先搞碗货嘛，啊，先搞碗货，货啊，你咋还不会吃呢？真是，我就是一样夹点儿，嗯，一样夹点儿那行。对，那次我俩货好了，今天没货，货好吃不了，那行，吃不了白夹不了，啥货那行？啊，哎呦我的天，妈，整那么大一个，你能吃了啊？这话说的，吃不了，懂吗？太大了吧？不大，大米饭多，不是你那么大包不下，那个一页小。小啥小嘛，就这么造。一会儿漏了呗。漏了。我爸这个粉花了。嗯，这家是正好。饭高多了。我就跟一碗米饭，我这你少包米饭，多包点土豆啥的。对啊，我就吃这个饭。这好吃，这个我搞点辣椒油可香了。现在种那个就是打饭包和大白菜的少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咋还掉呢？啥玩意儿？午餐又掉了？砸我腿了！来，你就我三块手。你看我看嘴长小，那嘴张出来点，你能咬进去。我这辣椒油挠挠辣，嗯，抹点辣椒油。哎呀，你嘴坏了吃没想到。哎，嘴坏才想吃辣，没有味儿。这碗小米饭是最好的，最标准。
然后包个小米饭。小米饭硬。绝硬啊。嗯。可好吃了，我是愿意吃这个什么饭包卷饼啊啥的。嗯，东北特色。您南方人不太这么吃。南方人都是吃熟的，不吃生的。对，这菜生的人不吃。这个是吃一个卷一个，一口一个，这么一包，我们早晨就这么吃。你看，这么一卷呢，嗯，这不里里都有吗？那你那玩意真尿了，尿了啥？嗯，来上点肉嘛。到时候快，对你整石头棍儿，你们夹不上来。哎，得，好嘞，啥？再来一点也行，再来几个。哎，好嘞，花生豆。哎妈，这缸里头各样，嗯，一样也不少。一个也不能少。小时候看那电影，就叫一个也不能少，必吃。最后再来点辣椒。可辣了，老辣了！这一卷你看啥成色？这萝卜皮好吃。哎妈！这底下给它兜住，打死都不带掉的，上面还整根草。不要我咬去！这把你整的厉害呀！掉干的呢，咦，这白色干蘸酱的那行，这干没看有多少卖这玩意儿，饭包啊，啊，没有，大连有吧，大连我看着了。大连这套吃的这些东西啥的比这边多，吃香的不能吃这本儿。本儿咋还不吃呢？这本儿也好吃。本儿咬不动。你看我整这玩意咋的？这这么整，这就是饭包。你这都没有大米饭，这底下都没夹着。哎呀妈，吃渴了，这不饿牙吗？现在就是生活水平高了。我那时候刚念书毕业那点儿，上就刚干活呢，那捞菜不高油，一百一大锅吃啥都香。那时候捞菜食堂不高油，那你老捞菜，捞土豆啊，搞点高粱米汤，高粱，对，头饭米汤。我奶也搞米汤啊，嗯，他俩一个师傅，捞完饭，捞完饭的米汤高着淋淋的糊一顿，也不用高油。他俩是一个师傅。不是，那俩没有那么多油。那俩吃豆油都得算。一个月一个人他多少油啊？几两油。你没油，你想高没有高米汤捞就代替油了。你要从前那捞土豆，完了搞大米那米汤一捞，完搞木头锅锅盖一盖，那老好吃了。好吃啊！那老好吃。他说的是反话，你没看吗？今天的鸡蛋酱打的蛋。嗯，没搞那么多。你搞这个大白菜，你再这么包一下子，你看保证好吃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厨师长挺能攒的，挺能攒。
就给你啊。给总监吧。我没啊。剩多少啊？哎呀，不少，你看。细水长流。哎，有这么个词儿，细水长流咋着？细水长流，往事多。妈呀！话多啊，这还是那个吗？话多不耐小同时。那这不是你。那是啥呀？啊，细水长流还整那儿去了。那往事多，啥玩意往事多？青山绿水，绿水青山往事多。青山绿水。啊。人家我妈最绝的是什么？她加那个葱，咔咔往里一掰，对，哎，搁里一烫，完了之后那个，哎，还不辣，完之后泡软乎的，嗯，是不是？可能。葱都给它揪碎了，往这里一拌乎，一怼吧，那得是土豆酱热乎时候。对，大葱还不用洗，那吃可香了。不用洗能行吗？干杯吧！走，干杯啊！嗯，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！嗯，干杯，干杯。哎呀，今天这饭吃的是格外饱，比昨天吃的饱哈。嗯，昨天是。美餐，今天是饱餐，整挺好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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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